是小校主任呢、啊。哎，有些国一些客家话了，他们要求一些客家话、啊、国客都可以了。台语不要，是有困难的。刚刚已经讲了，刚刚已经提列的了，你哪里不要？我以前来过，你们讲过来，你讲客家话，够了，够了，有客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哎，很隆重啊，同志们，因为呢，就是以前是该跟我看到错了，那开口有时候不是会吵架吗？利益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兄弟都会吵，何况是不同族的，然后就会打，于是就会有伤亡。于是乾隆26年就从武后搞了10年哈，挖19回的命，以前没有怪过他，所以都怨人多。哎，不是一条长长的，好远好远的那个关卡，他那个名字放在旁边，当晚。看起来像牛，牛就是这样。好、哦，那土牛呢？就是这一个，一点都不像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各位，那冠冕好高看呢，哈、哦，就是这样。我以为它是坟墓呢。啊，像坟墓啊！哎，因为经过1800万年的，哪里会像牛？对，这个是运气听到的。我国民小学的时候就听到。小姐，哎，好、啊。那、啊、后来我当总务主任的时候，看到两条，哎呦，土牛多哟，赶快把它留起来，不然一般的人这个毛背会把它烧掉。好、啊，所以土牛就是这样来的。